王先生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来的目的吧，主体是想追到杨佩。嗯，杨佩就是这个在电视上看到的女孩，是吗？对。你是在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知道这个女孩的？我在内蒙那天上班的时候吧，晚上跟我值班他们说，你看电视上播的一个女孩跟他同学告白吧，他说没成功。我看到说实话有点惊讶，也有点喜。为什么？惊讶的是他那个朋友没有接受他的告白。嗯。喜的是他朋友没有追到他，我可以追他。当时这个女孩是为什么吸引到你的？我感觉她是个很好的女孩，也很坚强吧，对爱情特别专一吧。她当时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打动您？说实话我没有看清楚，因为那边老板把我叫走了。连故事都没有看清楚，你也不了解她。对。也没有见过面。没有。之后你就想去找她。对。对于这个女孩的感情，我可以理解为是一见钟情吗？算是吧，给电台打了好多电话。电台那个时候过年嘛，他们说他们放假了。放假了，上一个就是刚过年的时候吧，礼拜三个打电话，有个人告诉我说你等吧，我一直等了两个礼拜大约。刚才你的父亲跟我们说哈，这些年来你在外面打工已经丢掉了。为什么丢掉的？就是那天我要请假，老板不请你，我们就吵了一架，直接让老板给辞掉了。请假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找杨佩吧。您不打算工作了吗？哎，只要有技术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。后来家里人知道了这个事情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在济南的时候给我二姐打过电话。你跟二姐的感情比较好。对，她说只要你看对了，你随便你吧。二姐倒是还是支持你。对。哎，你再说啥，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你再愿意我是不愿意，你说这个事我是不愿意。王叔叔还是坚决不同意哈。那么今天二姐也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二姐是否愿意为我们揭开这个幕后的谜。我们有请二姐上场。小心啊。对于弟弟想要去找一个在电视上见过的一个女孩，他想去跟她求婚，您的态度真的是赞成他吗？最后她这个小女孩你了解她不？她说我不了解。我说你不了解你咋的追求她？我一问她，我心里很反对，吓得我也没敢问。